我哋其實用咗幾多篇幅咧，講緊小朋友咧，佢嗰個成長個過程裏邊咧，嗰個需要啦，即係唔成一個婚姻裏邊離婚個過程裏邊嘅需要。其實裏邊咧仲牽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即係角色，就係個即係兩夫婦啊。離婚嗰陣時咧，呢個離婚協議或者甚至無可能大家決定離婚啦，冇彎轉啦，咁咧都講到撫養權啦。咁撫養權講完之後咧，可能我哋都傾掂數啦咁樣。咁剩翻落嚟咧就係即係錢。嗯哼，系啊，系咪啊？即系主要得两样，小朋友钱，钱又可以点做咧？钱呢方面咧，又系我会觉得都有几多嘢都要考虑咯。其实有几个大原则嘅。